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开始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和设置通知。这样，如果我有新的影片和最新魔术消息，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，谢谢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 Wift Ban，中文名字叫橡皮筋助手，是 David Jonathan。跟 Dan Harlan 的作品，魔术效果方面，观众随机选择一张纸牌，再把它跟其他纸牌一起放到盒子里。魔术师只需要一条橡皮筋，就可以把观众的牌找出来。这一个魔术包含一个教学影片，影片长35分钟25秒。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。这一个魔术不需要制作任何道具，纸牌可以跟观众借，不齐全也没有关系。设置时间只需要几秒钟，纸牌可以摊开让观众选择，观众也可以在纸牌上签名。影片详细教导每一个步骤，还讨论如何选择橡皮筋。影片教导两个版本。一个是 Dan Holland 教导，另一个是 David Jonathan 教导，两个版本的效果都差不多。它们最大的分别是，Dan Holland 的橡皮筋到最后是包着一张纸牌，这一张就是观众之前所选择的，而 David Jonathan 的橡皮筋到最后是包着一些纸牌，这一些纸牌的第一张。就是观众之前所选择的，两个版本都不需要任何纸牌手法，但是每一个版本都有自己的橡皮筋手法，需要学习，不会很难，但需要时间练习才可以表演流畅。表演的时候记得提醒观众把注意力放在盒子上的橡皮筋，因为这一个神奇的视觉效果。发生得非常快，橡皮筋真的在他们眼前消失。你千万不要让观众错过这个时刻。表演后，所有东西都可以交给观众检查。这一个魔术适合现场和镜头上表演。我个人觉得现场表演效果会更强烈，不用担心表演角度，站着或坐着表演都没有问题。橡皮筋助手不单是一个很好的视觉魔术效果，我还特别喜欢它，可以流畅的把观众从纸牌魔术带到橡皮筋魔术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 David Jonathan 和 Dan Harlan 的支持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，请到 Penguin Magic 的网站购买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